玄彬早前被指豪赌离婚，孙艺珍结婚周年首度公开婚照放闪。玄彬和孙艺珍因拍摄电视剧《爱的迫降》结缘，于2022年3月31日举行世纪婚礼，去年尾更荣升父母诞下一子，早前却突然传出婚变消息，吓坏不少网友。孙艺珍在结婚一周年上载婚照大晒幸福，流言蜚语不攻自破。有韩国 YouTube 频道于15日发布玄彬和孙艺珍离婚的消息，指玄彬在海外豪赌动用到孙艺珍的财产，二人已办好离婚手续。3月20日玄彬所属公司发声明否认赌博及离婚一事，表并表明会检举该频道，对假新闻采取强硬法律行动。3月31日结婚一周年，孙艺珍含有放闪上载去年婚礼婚照，照片中孙艺珍双手握着玄彬的手，两人回眸望镜头，满脸幸福甜蜜，更在相片下方画上两个星星，写上第一 anniversary 一周年纪念日。二人婚后从未在自己社交网公开对方照片，当时婚照亦由双方公司发放，是次首度上载合照，令人相当惊喜。感谢您收看 Mon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